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哥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王者绝密啊。北京花街网上有一段视频，一位玩家给鲁班穿上六双鞋后，能千里一炮击杀训练营里的木偶人庄周啊。那这是真的吗？我们先来看看原视频演示的效果。一开始展示了出装，就是六双鞋，接着就朝木偶庄周方向射了二技能啊，结果庄周真的就挂了。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就给大家推荐一把。首先我们也给鲁班穿上六双鞋啊，接着站在相同的位置朝庄周射击，看看是否能一炮击败木偶庄周。结果还真能做到。那么到底是如何做到呢？下面给雷哥给大家揭秘啊。其实让鲁班一炮击败木偶庄周是不可能的，而是在训练营中选择敌方英雄为庄周，然后用鲁班的二技能把庄周推到木偶庄周的地方，让他们的头像重合，接着打残庄周，然后再走到木偶韩信这边朝木偶庄周方向射击，这样就感觉鲁班一炮击败木偶庄周啊。当然也可以把鲁班放在中间的草堆里，也是一样的效果。